前编程软件能很好地避免手工试教带来设备不能使用的缺陷，大大地提高整体设备的使用效率。目前我们选用 Robotics 的离线编程软件，能很好地模拟仿真我们设备的整体的状态，使Stäubli机器人在精度和速度方面会比其他机器人相对好一些，而且它的平台也相对开放，这也是我们选择Stäubli合作的原因。再加上Stäubli技术支持的及时，我们可以在技术上还有一些特定的方向上做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做出创客源自己的特色。我们在从事这个激光切割行业的时候，也选了很多家机器人，发现这个Stäubli机器人呢，本体质量比较轻，同样臂展的机器人基本上质量是其他厂家机器人质量的一半，对于这个吊装呀，对于这个柔性加工啊比较有优势。所以从2008年开始，我们到现在一直在和Stäubli进行合作，而且是我们主推的。我们开发的激光切割这个产品呢，主要是针对于主机厂家，他们现在车型的更新换代比较快，然后用模具的话就成本比较高，开发周期比较长，这个时间上不允许。一些主机厂家对于这个设备的安全呀，然后加工效率的要求呢非常高，所以我们呢设计的是机器人吊装，然后使用双移动平台，一个平台进去加工，然后另外一个平台可以在外部呢进行上下料，哎，加工完之后那个平台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平台可以一进去继续进行加工，可以提高加工效率。